为了解决每年长休大过的北港交通罢工的状况，今年为春节开始到三月进休期，北港电工所也伫北港溪堤防的河村地规个临时停车场，即位讲到未少民众来停车。大概走到庙大概五分钟、五六分钟左右，还蛮方便的。啊，再来当搁再整建一个吼，这路标呐，其实从这搁较清楚一点吼，好，我们这出外来安尼来遮，加足方便。我来改善，较歹停。找停车位哈，对对，今年来 OK 吧 ？OK OK OK。这片整理起来，咱分一个 A 区、B 区，吼啊，总停车位有超过500个车位左右，吼啊，未来我已经话，搁参咱管政这边做一个协调吼，这片要来个整理吼，搁整理有较快嘞吼，吼啊，搁来在咱这条引道，吼这条引道要好到咱的迄款叫第一停车场来做一个连贯，就是第一停车场迄边六边，吼车辆车满位的时阵，咱会当一挂车辆搁引导过来咱高滩地这边。来停车，啊，尽量将咱北港的交通啊来个做一个改善。每一年就是固定的啦吼，地板也会整理，还有夜间照明也都会处理。因为这临时的停车场步行到朝天宫才五分钟，对真侪路草些民众拢会选择来遮停车。不过因为遮拄真实，真少人知影，有民众反映只是无明显，公司也紧急伫路口增加高些牌啊。北部的吼，走一四五线落来吼，就走咱太平路。走咱的太平路吼，啊来先接着咱堤防道吼，顺着堤防道路来到大同路口，他就会看到指标。南往北的时阵，到咱北港大桥，你就直走一民路，走到大同路口右转，啊右转你走到堤防，你就看到我们的指标了，就可以直接进来，所以说很方便啦。为了堤防河村地，河边将免费停车，对北港长休大过疏通交通有真大帮助。最近有要来北港行村的民众，不妨选择来遮停车，会当节省真侪时间。记者的卡山差不多。